十五年来，一年平均有上百万人次使用的法鼓山云端祈福，现在已推出新版。十一月起，法鼓山全球各地法会都将采新版填写，帮助民众随心所愿地为亲眷祝福、先人祝祷，在有缘的宇宙中留下无限的祝福。适逢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，农历9月19，也是法鼓山开山周年纪念日。云端祈福专案负责人国凯法师也借此向大众分享云端祈福的精神。我们跟着我们师父创造历史，也就是牌位这件事，在法鼓山，我们希望是所有的佛教徒都这么想。他已经从传统的孝道体证至佛教的慈悲。我们从经典里面看到什么叫做亲人，什么叫做父母亲。放往经里面讲，一切男子是我父啊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啊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啊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啊。谁说我的父母只有这一辈子才是我的父母？不是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立基在这个地方继续往前走，因为我们的经典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其实2004年之前，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因应整个大环境的局势，他就发现到其实我们不能再烧了，因为整个大环境这个气候变迁头号的一个凶手就是二氧化碳。但是佛教办法会烧很多的牌位，其实这个产生出来的就是二氧化碳，所以他就指示僧团，其实要开始对这牌位开始做一些怎么样子的再提升。后来我们从经教里面发现到，其实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父母亲，所以立基于这个基点，其实去让信众其实从自己的父母亲怎么样，就拓展到为所有的众生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从孝道立基到一个所谓的慈悲观的一个修持。于是法鼓山的云端祈福便从保护环境、避免焚烧的出发心中，再增添慈悲观的修持。参与的人不仅为自己及家人祝福，甚至也要为批评伤害过自己的人付出关怀，并将此观念落入生活。我觉得就是在云端祈福的过程中，除了祝福我最至亲的亲友，那也我也会祝福就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、批评过我的人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慢慢的就会放下，然后也带着一份的祝福，祝福他们。我们一直在讲说利人利己嘛，那我先利己之后，我还可以帮助他们。那纵使他们不知道，那他们也可以借由我一点点小小的帮助。那如果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帮助，那这个就是我当初会愿意写的一个小小心愿，这样子。新版云端祈福将许多宗教用语转换为一目了然的词汇，如消灾改为平安祝福，超荐改为追思祝祷，中人改为远邻，远增改为远亲等等。同时因应民众需求，调整为可兼采会员登入，自动载入最近同类型法会的祈福名单，并增加功德堂单页分享功能。我想云端祈福如果对当代有什么比较重大的意义，我想一个就是把这个牌位的概念回到佛教，它提供的一个正信正行的一个做法。第二个，它就是为后代的人们也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。这个千年来牌位的一个概念，有一个灵魂永远不变在这个牌位里面来到我们佛教。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其实用慈悲观怎么样来代替成佛道，靠的就是这份慈悲。那这份慈悲如果我们能够落实，这个世界一定可以更好，人间净土就在这边完成。